咸鱼小，咸鱼大只的，大只的，大只的，要吃咸鱼要紧的啦。这是不是经验买好就大只，一尾来两尾，你三尾好来，我好两尾回来卖两百，四尾两百，五尾两百了，哎呀，两百块了。前面个线嘞，一尾来两尾，三尾嘞，四尾，五尾两百，五尾四尾嘞。来啊！无啦，今日干只俩无啦，还两百啦，最后剩剩两个无啊啦，剩两个两加三尾嘞，四尾嘞。正大尾嘞，五尾两百。啊，我。我欠一尾嘞，无啊啦。你现在百啦，百啦，百啦个，一百六啦。无啊啦。只新个，只新个啦，无啊啦。一百六。这量大，元宵节没有了，对，要礼拜六。现在我们吃羊肉咯，煮食。来来来，买五百好不好？五百斤。哈？五百斤。四盒。好，来五百块。碰到元宝楼站你，今年任务是我好一杯啦。阿公拜头美，这是第35次。金主海王子有人在卖吗？金主没有。谢谢你。哎，羊肉有个人来不？元宝楼。你包了够了没？你们都会背的。两盒两百五，两盒两百五。你包了没？来掏钱啊！过来过来，还够了没？羊肉够了没？两百五，第二个250块，够了没有？我来要收到收收了啊！谢谢，感谢。收了。考虑很久呢。原住民姐姐有留言，她说她会带来，她在努力赚钱。来，哎，各位你先来。鲑鱼有吗？鲑鱼啊，鲑鱼。儿子直接去问那位女生，不会太明显了吗？怎么会冷场？哎，有切哦，哦。来，鲑鱼来500块。500块，哎，鲑鱼哥现在来哇，好漂亮哦，哦，这鲑鱼都水耶，哎，我包现在来500块了，哦，这鲑鱼都水耶呢，哎，我八，哎，哥我八，鲑鱼哥现在500块，鲑鱼哥来我八，500，我八拢有啊，来500，哦。我要洗澡。过一个线嘞，500块。我八两，我八火。哎。哎，过一个线嘞，500块了。我八，够了来不来？过一个线嘞，我八来，我八来。500块。够了，不接过一个，我八两。哎。过一个线嘞，500块。我八个线，我八火。过来，再不拆个拆，一个拆，两个拆。谢谢。你鲑鱼比之前更漂亮。嗯。哎，到底我们在想，你讲，你讲。黄金仓好，黄金仓。这个鱼比。黄金仓买500。鱼比。好嘞，500块。来了嘞，一百五百。我是五位大哥，你们今天是啊？四位五百了，还是五位的？五位的五百块了。黄金仓够人来不？这个有什么卖？高一级。这个呀，这个买300。老黄呀，黄金仓够人来不？黄金仓500块，五只500够人来不？500块。黄金仓够来5只500，5只500。五位两只200。好，拜拜。哦，还蛮多的。还有没到？两百零五。对，2只200。两只200块钱。能帮我来还不了？好，你要现场喝对，蟹管肉，我还没蟹管肉。他在现场不敢喊呐，叫我点。我有包蛋姐，我有包好了，我有包蛋。蟹管肉下来，这样的，这样的喝酒。那点点钱啦，那物件唔开啊？你钱收济了啦，你钱收济，开多了我开啦。哎，我物件买，物件唔开啦。哎呦！要不要蟹管肉？蟹管肉，全部给你好不好？还是200？200，哎，200。哎，
个人还不能发。哎，小心两个人，快快。好啊，好啊。过来。来，各位就请黄鱼啊。阿哥，你有鱼。保定，保定，保定，保定啊！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。还五百块四只，来六只五百块。对，抽冰箱的人，你们都知道。黄鱼够量哎，本来六只五百块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啊，五只、六只来五百块。黄鱼有量哎，本来五百。张静果，你大概什么时候到？黄鱼五百块。黄鱼五百块啊！你大概什么时候到？来鱼皮啊，鱼皮来。黄鱼，黄鱼可以啦。来，头前要黄鱼。本来要黄鱼，本来五百，黄鱼够人啊，六贵六贵啦。来，谢谢你。小心拿。黄鱼最后问一个，有人啊，本来五百的。两尾、三尾、四尾、五尾、五百、六尾、五百块。哦，小心走。五百个人啊，最后问一下，五百块。黄鱼个人啊，五百块。十点哦。五百。十点，我看一下，他等下上来卖的时候，帮你留一份。来啦，这只鱼皮，鱼皮来啦。好，没问题的，帮我按到六百个赞，帮我按到六百个赞，剩四个赞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这样子，好可恶，这样子可恶。哎，一回来能发，一盒、两盒、三盒，两百块。哎，四目一皮个人哎，无，你三个人能发好，三百一回，下边个接来，哎，快快。一盒一斤重啊，三盒两百块，两百，来头前，头前来，来两百块，搁下来两百块，来头前头，三盒两百块，四目鱼皮拢无饲好啊，来两百块，两百是可以买吗？什么东西？两百？这个买两，还能包够人啊？两百可以，不行哦。一百，这三个两百块，三盒两百块，两百个两百个，三百一百，春节无啊啦，两百，拢有啊，好大，谢谢你，感谢。超贵，这个没超贵吧？啊，你要买多少？等一等，人阿根鱼又新点的。啊，这个提过来，谢谢，感谢。来吧，阿根鱼而已啦，阿根鱼而已。四目鱼皮，四目鱼皮好吃，我喜欢吃四目鱼肚，四目鱼皮。但是我老婆不喜欢四目鱼肚，她不喜欢四目鱼，我很喜欢四目鱼的味道。阿根廷要回坐了，这边超级快。你们要这个是不是？哎呦，水无水，你来，还是大只先来啦。这个人我好基本不行，不烫了，不烫了，就基本抬百块啦。我看不抬价，基本来一百块啦。这两尾又来，三尾又来，四尾又来啦，开四百啦，三百了啦。哎，这边头家钱，这边搁送，钱只剩六百块啦，一只剩六十块啦。阿根廷的个人还无大只先来啦，一尾又来，两尾又来，三尾又来啦，很快就是四只来啦。五只三百，五只三百块，阿根廷而已。三百块，没有。无人啊，阿根廷的三百块。要死啊！要死啊！要啦！打两百。好像。我上尾一届，我问一届哦，我就买超市啊。大只先来一尾、两尾、三尾、四尾，这五尾搁下来三百块。阿根廷而已，还有人要吗？三百块，来头前前。来大尾先来，来一尾、两尾、来三尾来。
只的大只的啦，四只啦，还佫三八只大尾啦，两尾啦。我不知道右边那么口罩，口罩的，口罩的，口罩的，你现在是要买什么？三百块了，阿哥，你那个现在三百块了。是木鱼场要沙发，沙发，三百块。我是喜欢吃啊，但是我有碰到那个三百块，不会煎的，一只六十块，无人买哦。不会煎的，无人买，好了，谢谢，感谢你了。白带鱼啊，鲑鱼头好了，那白带鱼一只，一只两百，三只五百了。鲑鱼头啦，鲑鱼甲买做伙去啦。你干那这块买有好在抬，有好有好在地里崩了，超过五百了。哎呀，干那这块五百好买袂着，只能三三个人去，四个人去啦。三百了啦，三百好啦，三百现在三百块，干这块肉就超过三百啊，无人来。蛋你搁找找蛋，找找蛋块我搁烧，搁三百，三百块，袂使。来头前搁一个，遐一个遐是，啊布里也搁一个，啊再搁一个。再见。来，谢谢来。来，来搁一只虾，虾仁啊虾仁，我也不让伊。你不要买，再来个姐，我弄好伊了。八姐，你越讲，你越有道了。以后我就靠你照顾了，谢谢。以后就靠你关照了。对啊，粉红姑娘还没出手我真的不知道她到底要怎么。你阿哥，你顺道要差嘛？表现最后股价三百块，三百最后姐三百了，三百块。一只六十块尔，三百块。最后一个呢？三百无人来，来边来。来，搁一只虾。老板，这个五百块呢？这个啊，五百。啊，两。可以啊，大概不是含五百吗？本来就是卖五百的。对呀、啊，对。你如果说三百就不可以了。对呀、啊。还五百块，还五百块。还倒退过人啊？未来五百块。还五百块。到底够了吗？你这个是啥？到底够了吗？不然五百块就多加。他没有办法，我跟他没办法。还五百，到底够了吗？不然，你这是减一只哟啦，你老岁来五百。这个靠腰门回应，你大只套丢何来的？还个五百先卖五百块了，还五百块套丢个人还五百块，任务啊！菊姐，赶快来，赶快来啊！完蛋了你！还好呀，对那个情敌来头不小，菊姐被赶回去。我被杀饱吧，菊姐，赶快！他讲你杀三，赶快杀三，他没得好讲。让他见识一下，不要以为戴口罩。
老板就是要水就走掉，太恐怖了，章鱼啊！我有粉红沙发，沙发，好，不讲了。哎呀，不要！你已经被我包好条了，我没有，我大了。鲑鱼头，哎，它好像是头跟尾一起卖的。要帮你问吗？我靠，你这尾巴，尾巴好像大只，我靠，死到掉。有人问这個，倒一个问啊。啊，这大只你啊！啊，来个沙发先。太酷了，哎，哪里太酷了？章鱼啊，沙发了，再过来300块。太酷，我现在300块，300块。我靠嘞，这钱啊！这大只变哪讲，你知无？very 大啦，哎，三八，我现在300块了，再过来300块了，300块盖三八。对，小河不拉鱼没有了，那个很贵的。哎，我开杠啊，我开杠。三八。我要不带 ，OK。还带一整条的。还带一只230、500啊。知道了哈，菊姐，你就那么放心放心我一个人在这边，现在知道了。是我的，假你嘛，假人你嘛这样哟，假人到这方面是不是？这黑哦，别对，有七个好多安尼啊，有新鲜的白带才好这样啊。接下来一只来，一只，两只，这大只，这个啦，我准备分给开700超过，三只，一只700三只偌济安尼，2100对不？500块就好，别对，跟现在国宝，第三只过来500块。三折过来500块，好不好？快点，几千元的。不然你跟我说哪一只就大？右边那一只。右边这一只。对啊。哦，你快点改，我老婆也很相信我啊。Very 鲁小，哎呀，是啊，不是你8点档的嘛？来，各位就先来个紧嘞，虾仁好了，虾仁等于炒饭、炒面、包水饺，300块，三分，三八，几嘞？300。他跟你全接电话好吗？哎，300好，谢谢。那你一份。好，来300，帮我接一下。好，我带你，再我看结婚好了。我帮他算好了，不要算好了。算好了。好，哎，就你我还没看好你嘿。哎呀，全收了。哎，300块。哎，现在能够现在300。过两天无钓，无虾，还偷钓。哎，虾仁，搁现在炒饭、炒面、包水饺，还300块。虾仁，搁现在300块。刚才有人说右边那个女生叫阿红，是不是？我等一下要去跟她讲话，说问她说今天来做什么。哎，虾仁，搁有人来不来？300块。三八。来接。哎，300块。找200。还搁300块。快沙发，阿彪，给家人自己。来个两不香，无啦吼。无，出点也无。春，今年袂当休。行，后壁要来坐。要来何必啊？要来何必啊？袂话要何必啊？不去何必？来啦，黄鱼。啊？黄鱼啊？黄鱼啊！啊。要叫海王，叫帅哥。帅哥，不是海王。你叫阿关，哦，你太远啊，屌！你讲啊？无啦。哎，讲歹话啊！屌过关。我让你看留言啊！不要乱讲话啊！他都有看你们的留言啊！我给几分钟，等我，黄宇先扣人，好不好？
来五百块，这么大只啊，五百块的，六只六只五百块。黄鱼，要不要？不然不黄鱼嘛，大只的，大概两块钱买咯。那块黄鱼请来过呀？那块黄鱼请来过。个人还无黄鱼，个人还无。上次喊你爸爸阿公。那黄鱼大只，大只，水的，还五百啦。那只个先五百块，白好无？五百了。二下过，二下过啦。那个陈阿芝现在讲太早了哎。礼拜五你再留好不好？礼拜五我再跟你再留言，这样比较好。现在警报我，现在跟他讲他会忘记。贵的，两贵的，三贵的，你也过了。黄鱼哥现在250了。哎，那个你的有好黑的。来了，不要了。